我哋要为明死相今次比赛算系平手。军父，又话比武定夺世子，既然就系平手，立世子嘅事暂时搁下。 饮咗碗药先，二哥，求你原谅我，真系冇心伤你嘅。当初你用金针伤我嘅时候，有冇顾唔到受辱之情？二哥，我当初为咗求情心切，但我真系唔知金针上面有毒。二哥，二公子，二哥，你点啊？二公子，二哥，你唞下先。二哥，你相信我真系唔系全心伤害你嘅。二哥，饮咗碗药先。 二公子，点啊？公，而家有效，点啊？从医，外公，复个翻低先，复个翻低先，复个翻低先。外公，点啊？点啊？胡国九，赵从义而家中毒嘅症状嚟，我肯定佢系中咗断云针。断云针，冇错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断云针嘅毒。 只会源血脉而上，而家毒已经去到手臂，迟下就会入到心肾，不足5日之内就必死无疑。二哥，对你唔住，求你原谅我。三弟，今次我哋兄弟相残，顾唔到二哥，会死喺你手里边。二哥，我真系冇心害你嘅，但我揾唔到俾金针我嘅人。 我唯有一死者天啊！起手，当务之急，呢个系睇佢想咩办法救重耳，不知者不罪。我哋真系问心无愧嘅，就不必过于激动。胡国舅，咁我哋而家有咩法子啊？有，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医到。 呢个人就系华宇。华宇，阿哥，佢系咩人？我要揾佢。华宇系一位世外高人，医术精明。平时佢到处云游，不过咁啱，文殊嘅嚟咗晋国，曾经喺紫竹山上出现过添。好，咁我哋同二公子上山求医，呢个系唯一嘅希望。 二哥，三弟都陪你去。唔需要，有志宇兄陪我。二公子，我陪你去。但系如果你擅自离开宫廷，咁君父问你点算啊？大哥，你同君父讲，我二弟练功不实，伤咗经脉，所以要上山求医。大哥，外公。 希望呢件事你唔好话俾君父知道，你哋不嬲都知道君父系好憎我。若果呢件事俾君父知道，佢一定唔肯放过我。希望你哋帮我保守秘密。二哥，三弟，今次呢件事，二哥答应你帮你忍，但你都要答应二哥，以后绝对唔可以再犯。 真系好咯！咩事啊，老伯？你唔见咩？我年纪咁大，
行动又唔方便，而家我又落山买药，想借呢啲嘅除虫同埋竹刀一用啊！对唔住啊，老伯，我家公子受咗伤，要赶住上山求医。佢咁后生啊，行上都得噶啦，使乜人抬呢？我就唔同噶啦，点解？我去轮阵啦，啊！我对眼又唔好喎，万一碌咗落山啦，我连命都冇噶。不如咁啊，老伯。哎呀，你哋当作话好心啊，即系阴得啦。志元兄，我只行个方便，落桥。二公子，你嘅伤、我仲可以支持。佢都话可以支持，仲快啲扶佢落嚟。啊，老伯你真系。你冇反悔啊？佢都应承咗噶啦。起身，起身。都唔系几舒服嘅。啊，你个老人家，有得你坐，你仲嫌三嫌四都有嘅。志远，算啦。仲快啲抬我落山。你两个照老伯吩咐去做。系。冇事嘛，二公子。不如我哋过嗰边唞下先啦。公子，公子，只手咁嘅，我冇事。梗系头先我哋行得辛苦得滞，嗰啲血脉运行得太过厉害，啲剧毒散发啊！我仲可以支持，志远，你放心，食啲嘢先啦，食啲嘢先啦。边个出嚟？你鬼鬼祟祟匿埋喺度做咩啊？两位公子，我已经三日三夜未食过嘢啦，可唔可以施一啲嘢俾我食啊？小兄弟。你拿去啦！你都攞咗啦，仲唔走？你俾咁少我，边个够？啊，你个细路啊！咁要俾几多你先够啊？我屋企仲有爹同埋娘亲，佢哋都未食过嘢嘅，你俾埋呢啲我啊！唔该你啊，好心又好报啊，公子。子远，公子，你将啲干粮俾佢带翻屋企啊！系咯，公子。咁我哋唔该你啊，公子。俾晒你啊，俾晒你啊。多谢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公子，你俾晒啲干粮佢，咁我哋点啊？佢哋咁可怜，我哋饿一两日有乜所谓？我惊我哋未上到山啊，就已经饿死咗啦。生死有命，就算俾得两日干粮我，上天注定我要死嘅话，都系冇用啦。华宇前辈，华宇，呢个一定系华宇前辈啊！在下赵吹，陪同晋国二公子求见。搵我咩嘢事啊？因为我哋二公子中咗剧毒，所以上山求前辈你医治。老伯，你哋嚟得真系唔合时，我自己都话到医紧自己，呢个龙泡真系令我头痛啊！前辈，你称为神医，点解一个龙泡都医唔到啊？其实医嘅好易嘅啫，不过我自己做唔到，一定要有人帮。不过我怕冇人会肯帮我。前辈，需要人哋点样帮你？我。只要帮我捉咗只毒龙就得噶啦，你做唔做得到啊？二公子，啲龙系有毒噶，我个徒弟都唔肯帮我捉，
你会肯咩？唉，生死有命，今次我呢条老命都怕还不咯，空有一身医术，估唔到能医不自医。花千辉，我帮你住，唔好啊，二公子。花千辉嘅命重要过我，你已经中咗段云针嘅毒噶啦。不如等我同华前辈再读出嚟啊！督主唔好，我已经离死不远，等我嚟啦，我怕伤害到你。华前辈嘅命仲要留翻嚟救千千万万嘅病人。公子，二公子，二公子。你使乜咁惊啊？龙炮个毒液可以解决身上个毒嘅。嗱，吞咗佢。不过有份啦，睇我今晚点样啊？二公子，你冇嘢啊？今次个乞衣仔，哦，呢个系我个徒弟小盈儿。两位公子，二公子所中嘅毒已经入到中管穴位，如果佢再唔可以呕出啲淤血，啲毒入到任脉穴位，老夫就无能为力啦。原来呢啲都系前辈嘅安排，我正话仲争啲错手伤咗呢位小兄弟添。点止伤啊？淨想攞我命啊！真不知謝不罪啊！係啦，前輩，在下真係唔明白點解小盈兒會咁樣做。目的有二：一可以幫你運行經脈，令到啲藥性更快發揮效力；二可以幫你吐出淤血。如果純由外力逼出淤血，恐怕會傷到公子嘅五臟六腑，所以要由小盈兒假扮偷贼，令公子使出自己嘅真力，逼出淤血。前辈，唔怪之得啦，晚辈而家舒服好多。哦，咁老夫就放心啦。公子扎心仁厚，必有后福，你好好休养。只系前辈救命之恩。哦，我为晋国苍生造福啫，何必言谢呢？两位公子早啲休息。小盈儿，系。前辈，好，华前辈，二公子，志远兄，以后前辈就叫从于之名。公子嘅身体觉得点？前辈医术精湛，从医好翻好多啦。加埋你嗰套拳法同埋内功心法，我嘅内力亦都精进不少。呢套拳法能够得到公子垂青，我谂以后更加可以发扬光大。从以何德何能，得前辈厚爱。老夫生平一号观天，二号观人，三号观天下和福家空。呢几晚老夫夜观星象，实在好为晋国嘅国运担忧。前辈你何出此言呢？你哋睇。晋国的主星暗淡，而且旁边仲有小星凝默，掩盖主星的光芒。老夫恐怕未来呢三十年，晋国会多灾多难。
和太公子相貌堂堂，他也必属人中龙凤，一定可以为晋国助水一番事。老夫今次有幸能够帮到公子，亦都算系为晋国百姓尽咗少少力啫。前辈，实不相瞒，从义根本无心为政为君，又何德何能对晋国百姓尽一点绵力呢？哦，呢啲系天意，正所谓天命难违啊。总之，公子他日有机，应当尽力造福晋国嘅百姓，以弥补佢哋未来三十年嘅痛苦。但愿公子记住老夫今晚呢番说话。前辈今晚教诲，从而一定铭记于心。前辈，余公子，你嚟呢度已经七日啦，听日你就可以落山啦。从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而且前辈仲传我咁好嘅拳术同埋内功心法，从而无以为报。但系从而有个非分之想，前辈医术高明，而且武功高强，更加见识广。在下想拜你为师。哎，余公子，余公子，老夫从来都唔会轻易收徒。拜师嘅事就要睇我哋日后嘅缘分啦。前辈，前辈，余公子，屋入边突然间起火啊！一定前辈做嘅，前辈做嘅，点解啊？佢真系知人做。咁而家话前辈咧，走咗，啲火越嚟越大，走啦！二弟，你嘅伤好翻晒啦。大哥，我翻晒噶。二哥，你嘅伤好翻晒。三弟就安樂。大哥，我回來這麼久都還沒參見君父，我想見見他老人家。君父的老人家正在大殿和群臣商議攻打利用國的事宜。主公，限期已經過了兩天，離機還未到，請主公定奪。利用牛先用假離機欺騙寡人，而家又唔肯送离机嚟，咁分明将我放在眼内。主公，离机系利用个外机嚟，佢唔肯放人，其实情有可原。佢亲口答应点能够出尔反尔？咁样做法，我哋晋国何以立威呢？又咁，主公嘅意思系点啊？攻打利用。主公，如果因为离机而攻打利用，我哋就出师无名，恐怕会受到其他诸侯嘅非议。哼，点会出师无名咧？我话利用侯欺骗晋国，立心叛反。喂，主公啊，无谓多言，我已经决定啦。主公，三位公子求见。去。系。臣儿抄见君父。平身。谢君父。从而，我听新生讲话你受咗重伤上山求医，而家冇事啦嘛。谢君父关心，臣儿身体已经无恙。咁就好啦。系啦，君父，头先臣儿听到一个消息，话君父想起兵攻打嚟，唔知。冇错，君父。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离机而贸然出师的话，恐怕为诸侯各国所讪笑，还请君父三思。利用侯目中无人，如果这样算数，我们何以立足中原啊？又君父，为免动干戈，不如请利用侯来晋国商讨和议。我们晋国堂堂一个大国，利用只不过小国，商谈和议，国体何在啊？又君父，无谓多讲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而家你嘅伤势啱啱好翻，我叫李克将军暂作先锋，身身营带领500精兵随后补上。系君父。嗯，君父请放心，臣儿出战一定会将离机捉翻嚟。至于利用九贼，臣一定会将佢杀咗，再将利用国铲为平地，一是君父心头之恨。你讲得好，君父，臣儿想追随李克将军，希望可以助佢一臂之力。你啱啱就好翻啫噃。君父，请你放心，臣儿身体已经无恙，希望你可以批准。咁好啦，
准奏。谢君父。二弟啊，呢场根本系不义之战嚟，点解你仲要搭运去呢？我都明白，我听三弟所讲，我怕求功心切，到时滥杀利用子民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你同埋一齐去都好嘅，咁样可以阻止佢滥杀无辜啊嘛。主公佢真系固执，可惜你哋又难佢父命啊。明日你哋就要沙场征战，万事都要非常小心，步步为营至好啊！请外公你放心，外公请放心，我哋会小心噶啦。好，系啊，你哋要小心三公子。師傅，點啊？照我所算，乃係吉時，紫氣盡聚響東。如果三公子你由東面攻向利容，一定可以破城，而且仲可以得利添。好，非常之好。咁今次出戰，我一定要讓軍旗領功立賞先得。多謝師傅。叩見主公。微臣有事禀告。赤龙将军，起身先讲。谢主公。赤龙将军，你而家应该镇守城门先至啱嘅。而家翻嚟见我，系咪有咩紧要事？主公，晋兵已抵利用城外，而且佢哋此行人数非少啊。佢哋终于都嚟。主公，佢哋统领同埋主帅而家离河之北。要求见主公你一面。李容后，我哋早就见过面啦吓。李克将军，不必客气。李容后，危机呢件事，我哋知道你好难处理噶。李容后，今次我哋嘅目的你应该好清楚。晋义利用之好系一件好事，为免把四把手战争之苦。你得交出离姬，免伤和气罢啦。离姬系我外妃，我本来已经准备割爱嘅，但系晋侯佢斩咗袁世子一手落嚟，你咁做法实在太过分啦。君父咁样做，恐怕都系深切想得到离姬嘅啫。不如就一人让一步，只要你交出离姬，我保证袁世子平安归来，到时两国咪可以免动干戈。大哥，使乜同你讲啊？李容九贼，你听住，我哋大分之伏已经准备好啦。如果你哋再唔交出离姬，我就要李容血流成河，鸡血不流。三弟啊，你哋晋国实在欺人太甚啦！你哋本来就系依附晋国而存，而家立心反叛，君父已经下令将李容铲除。晋侯声欺凌人，一直欺凌我国，而竟然灭我李容，我李容最多判死一战。我哋走，李容后。叩见主公，主公。李姬，准备好未啊？你走啦。主公，顾唔到为咗我而害咗李容，臣子实在罪该万死。唔好讲啲傻嘢啦，准备走啦。李姬你做咩？李姬做咩？臣妾有来灭国之祸，只要臣妾死就可以挽救你。李姬你唔好咁啦，你放手啦！你何必要咁？何必要怪责自己呢？其实我都利用依附晋国以嚟，一直都受嘅欺凌，我都受够噶啦。我身为一国之君，喺晋侯面前点头弯腰，好似猪狗一样。仲要眼白白睇自己心爱嘅妃子送俾人哋，自己一啲办法都冇。仲有个仔，系怨佢俾人软禁。我不但止无法救佢，
仲害到佢斩咗只手落嚟。你话啦，咁个国君仲做嚟做乜啊？主公，你唔好咁讲。你一直忍辱，都系为咗李容嘅子民。就算你唔敢做，李容嘅子民亦都系咁敬重你。唔通我哋李容世世代代都要受咁嘅侮辱？主公，既然系咁，我宁愿判死一箭，好过忍辱偷生。我已经决定咗啦，雨良今晚就同你漏夜出城，希望你能够逃出生天。主公，咁你呢？我身为一国之君，有责任同李容生死共存喎。主公，臣子愿追随你，最多最多我哋一齐死嘅啫。你唔明噶啦，准娘为咗得到你，不惜大动干戈，我就偏要佢得唔到你。我一死又何难？我难道难以偷生一世？你明唔明啊？主公，你走啦。李姬，李姬，呢个系我哋利用嘅宝物，你保存佢啦，吓。主公，主公，你唔好讲啦，再讲多啲，准备嚟到走唔切噶啦，你走啦。主公，你走啊，李龙，快啲带李姬走啦。主公，我哋走啦。主公，你走啦！主公啊，主公啊，三千八百主公，主公，我哋走啦，快走啦，走啦，主公，走啦，主公。主公，三弟，你今日点可以咁样同黎容侯讲说话嘅咧？三弟，你今次咁做，无疑令到晋国同埋黎容势成水火。依我所见，呢一场仗在所难免。君父呢次根本就系要我哋讨伐黎容。你而且君父仲吩咐我哋要我哋节欲利用后，我咁样做只不过系依照君父嘅说话去做啫。李仲，哎呀，你哋无谓再喺度争议啦！应战沙场，主帅不和，系出师嘅一大忌。不如我哋好好商议下攻城嘅事吧啦。好，李将军，依你所想，你有何高见？嗱，我哋依家距离利用城只不过系二十里，而且我哋已经见过利用侯，相信利用嘅士兵一定会严密守城，所以我哋唔能够硬攻。今晚我哋好好咁休息，听日一早我哋就领兵攻城。好，主帅，我哋唔系听日先攻城咩？既然我哋已经嚟到利用国，好应该以快打慢嘅。若果我哋能够偷袭成功，我军必定功劳最大。跟我嚟。赤龙将军，晋国九贼，你想成夜攻城，冇咁容易。赤龙，你想点？今日你对主公无礼，我就要你知道下场系点样。我系晋国三公子，你敢杀我咩？我赤龙杀人无数，我今日就要你死喺我手上。放箭！我哪里有攻城啊？我只不过探听对方虚实。三弟，你今次这样做已经令我军损兵折将，你知不知道？
三弟，我知道你点谂，你想私自攻城，老劫利用后贪功领赏啫嘛。大哥你，你太天真啦！今日利用已经预备拼死一战，要老劫利用后绝非易事，更何况攻占一个城池，凭你几个人可以办得到咩？我哋应该好好听从李克将军嘅调配，如果唔系就会俾敌人有机可乘，逐一击破噶啦。系啦，三公子，好彩头先二公子及时发觉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你已经性命不保噶啦。对唔住，今次系我唔啱，听日我就跟随大军攻城。你而家已经惊动咗利用，如果听日我哋攻城嘅话，相信佢哋嘅防卫就更加严密。我打算立刻攻城，杀佢个措手不及。主公，晋兵刚才成夜攻城，幸好我军及早发现，我识援兵杀到，否则我定捉到你三公子嘅。而家城外嘅情况点样？晋兵已在城外驻扎，我已经加派士兵防守城门，我相信暂时都唔会有事嘅。岂有此理！唯一嘅离机，估唔到晋侯佢真系会大动干戈。系啦，主公，咁军夫人而家点啊？我已经叫咗宇良、刘爷带佢出城，希望佢平安无事，逃出生天。主公，咩事？启禀主公，晋军在外攻城，而且来势汹汹，请主公定断。出去！咁快杀到你，主公，我睇佢想乘乱攻城喎。赤龙将军，微臣在。我已经落咗决心，此战誓死不降。遵命。微臣今次一定拼死相战。微臣就算粉身碎骨，都要保卫利用。利基，我希望你避过晋军嘅手部，平安出城。晋军已经打到嚟啦，仲跑？宇良，咁我哋而家点啊？将军，快啲叫大军停手！我哋就算剩翻一兵一卒，我哋都唔会投降嘅。赤龙将军，咁又何必呢？从义，我知道我哋利用之军一定会惨败，我死不足惜。不过希望你放过我哋老百姓。赤龙将军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唔会伤害利用子民。
你唔应该翻嚟嘅，你既然翻到嚟，唯有死路一条。主公，为保证住你一样要死，能够死于主公嘅剑下，甚至死而无憾。李姬，你唔好怪我。 仲有气啊！点解喺身上面有咁贵重嘅链嘅？佢会唔会系离机？如果条咁贵重嘅链喺佢身上，相信佢就系离机啦。大哥二哥。 如果佢真系离机嘅话，君父子路未死，一定会好开心。我哋今次立下大功，何功之有啊？想唔到我哋晋国会发动一场咁可耻嘅战争，我哋应该愧对青天，愧对黎勇嘅百姓啊！真，废话，走！ 使唔使咁紧张啊？紧张，今次我哋攻打黎勇，一不二之前，唔可以咁做噶。胜者为王，对呢班人使乜讲人条？何况佢哋一早应该要死。三弟，你唔好太过分啦！我讲过分，我早同啲士兵讲，如果你攻破城池，就任得佢开心。唔可以咁做，要士兵就系停手。唔可以，咁样会令个失信于士兵，失信于士兵，将个不仁不义，咁我以后仲有位望嘅，叫你全部停手。唔可以。所有士兵立即停手，为令子胆。 二公子、三公子，你哋身为主帅，点能够摊出嚟？试问你哋点能够统领三军？我已经同你讲过，主帅不和系出师嘅一大忌，但系孙勇犯。
你哋亂犯軍紀啊！一將軍，今次係我哋，依家我哋大勝，李容後已死，我哋應該早日回朝，向主公報喜。講得啱，快啲叫啲士兵準備，我哋早日班師回津。今次攻陷李容，使我吐氣揚眉。好，封你哋四個為滅庸大將軍。謝君父。君父，臣儿手刃利用九贼，功劳最大，我想君父另封赐赏。你要我赏赐乜嘢？君父，臣儿上次喺圣母大会同二哥打成平手，我想君父册封我为世子。咁唔得嘅，世子因为关乎晋国基业以及乎宗法族礼，咁咧。我就赐封你为护国大元帅，好嘛？大君父，无谓多讲，平身。谢君主公。李克将军，微臣在。既然攻陷黎容，咁黎姬呢？启禀主公，黎姬喺战乱中受咗伤，不过一路上由于得到大公子嘅细心料理，相信伤势已经无恙。佢而家喺边啊？禀主公，微臣已经派人替黎姬梳洗沐浴，依家正在瑶凤池等候主公。等我？主公，黎姬啊，黎姬，